看到咱这么侪乡亲，然后就欢喜了哈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好奇的讲，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掩埋场？吼，还是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？那你乡亲这么侪人站出来，立刻表示反对，好，而且这个反对还可以透过咱台湾的民主的机制，变成是一股力量的来源。所以我才都在讲咱丁口乡的讲哦，咱一个龙旗这个所在，未来要安怎开发，要安怎讲哦，伊拢有足侪想象，很多我看到，他连地图、照片都弄好了，好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这是人民的力量，好，真的是人民的力量。但是我来到这，看到迄个地形地貌，吼、哦，啊，请咱的杨会长来讲，我就知讲这件事情不是只是掩埋场的事情，是怎么样开发台湾在地形地貌上很珍贵的一套，咱的资产这样要开发，怎么样利用，对不对？这才是我们下一步要走。你唔讲看，安尼家庭税的所在，大家讲哦，咱来开发，咱来搞，那么就多较侪人来享受，可以来做一个体验哈。但是这个政府机关跟法令法治要去突破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套就是要有一个特别小组来处理哈、哦。所以我这个拜三那个咱个行政院的外公可能讲，所以讲，即个是你顶礼拜交代讲去龙旗看卖者，我去看过啦。啊，再来我的心得是安尼，拜托你做一个特别小组，咱个地方政府啊，咱个政府遐，咱做会来做啊，咱个在地的议员吼，啊，议员吼，拢一起来做。希望讲即个咱大家关心这么久、抗争这么久的代志，我们有一个 happy ending 啦吼。啊，有一个我来做他往前走的动能啊，这个是政府跟大家站在一起，一起往前走，不要再站在对面。好，谢谢。